老方丈，风清气爽了。陈运对修炼内丹很有好处的。前辈童颜鹤发，健步如飞，但祖纳却依然气定神闲，修行已登峰造极。请问你修了多少年了？岁月不留人，转眼都200年了。你呢，年轻人？哎呀，惭愧啊，我才修了20多年。不如方丈你可以偷天换日，鱼目混珠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啊，大胆妖孽，我要你原形毕露。大威天龙不惹出祸，世尊地藏佛爷八马轰，现行法师。一言不合就出手降妖伏魔，此人就是史上最帅法海，亦是最强法海。南宋时期名声狗安，是极上人妖难分。威严的法海以替天行道为己任，到处镇服妖精以匡民心。这天，法海立于闹市之中，居高临下俯视着芸芸众生，看着一群面目狰狞、丑陋不堪的人在打架斗殴，法海不禁疑惑道：在法海看来，世人因为欲望而欲武诈，是极其丑陋的。他认为自己天生慧根道行高深，早已超然物外，六根清净看破红尘。于是他闭上了双眼，随着时间流逝，脱离凡尘俗世的法海已经心如止水的静止站在水面上。就在此时，远处一老者凌空飞行，法海断定老者是妖，于是快步追了上去。妖明明是最下层的种族，但此刻却比人更有人的样子。法海虽不明其中缘由，但还是毅然决然选择出手。恐怖的力量让老者瞬间现出原形，是一只修行200年的蜘蛛精。知道法海厉害，蜘蛛精施展法术欲要远遁，不料却被法海紧追不放。我拜赴灵台寺大金佛脚下，长期吸收佛印，性情和祥，法师你饶我一命吧。面对蜘蛛精的求饶，法海毫不动容，管你是金山寺还是灵台寺，只要是妖就要收了你。随即扔出袈裟念动咒语，将蜘蛛精退路封死，用金钵将其收服。这真是200年修行毁于一个死。事后法海将蜘蛛精压在镇妖亭下，回头却发现蜘蛛精的佛珠灵气不散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。就在此时，风云突变，平地惊雷起，磅礴大雨接踵而至。上天似乎告诉了他答案，可法海心底不愿直面这个错误。失落的他跑入紫竹林中，却发现此地竟然妖气冲天。于是他立即打开天眼查看，发现竟然是青白二蛇盘旋竹林上空。原来是两条蛇妖准备收法，大威天龙金蛇火焰。看我，蛇妖！就在他准备捉拿二妖时，耳边传来女子叫声，闻声看去，发现是一女子正在产子。此时法海才明白，原来两蛇妖是帮孕妇遮风挡雨。知道刚才出手鲁莽，法海立刻收回了自己的法器，放生了刚刚行善的两条蛇妖，缓步走向那名孕妇。等靠近孕妇后，法海才发现孕妇竟然衣不遮体，吓得他赶紧转身离开。可孕妇刚才的形象却在其心里扎下了根。出了紫竹林后，法海将蜘蛛精的佛珠留给两条蛇妖，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得到成仙。青白二蛇得到佛珠加持后，很快便修炼成人。但两人贪恋红尘人世间，对许多事情都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。看着酒楼中莺歌燕舞，小青顺势滑入其中，和舞女一起翩翩起舞。衣不遮体的她根本不知羞耻，性感妖娆的身姿激发了男性的荷尔蒙。屋外的白素贞对此并不感兴趣，她感兴趣的是一旁的书院，教书育人的许仙深深吸引着她。就在二人各玩各的时候，一名老道带着徒弟出现。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二人只能先行离开。老道见妖气已散，带着徒弟向着远方走去。另一边，法海虽然回到寺中，可孕妇的身形在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，这让他完全无法静心打坐，渐渐产生了心魔。灵山的防御也在此时骤然降低，无数妖物借机出现在法海身边，欲要让其坠入魔道。愤怒的法海当即施展佛法，对着妖物一顿乱杀。真是妖气冲天，我大开杀戒，你们还阴魂不散。佛门以守色戒为重，这是法海的人生信条，所以他一直压抑，压抑到一定程度后，导致自己走火入魔。法海知道这是自己心魔作祟，想到佛门善恶有头，于是他回去放生了蜘蛛精。他以为放生了蜘蛛精就可以解除心魔，殊不知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。另一边，青白二蛇初次修炼成人，对这副身躯并不能很好的使用，连走路都是扭着水蛇腰。不料这样的妖娆身姿竟然吸引了一群男人观看，二人知道后不仅不收敛，反而乐在其中继续扭动。这天青白二蛇正在游湖之际，恰巧碰到了误传的许仙。为了营造一场浪漫的邂逅，白素贞将手中酒水洒向空中，天空顿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将许仙逼入凉亭中。看着姐姐如此喜欢许仙，小青心中很是不解，他这种人老老实实，比较起来容易相处，
哎，那紫竹林能和尚也不错啊。听着小青竟然对法海有意，白素贞立即开口劝阻。她深知法海法力高深，不是小青可以驾驭的。对于姐姐的善意告诫，小青不以为意，翻了个白眼回应白素贞。此时许仙看到白素贞船只，立即开口求带过湖。白素贞见状，立即让船家靠岸，而小青因为没有及时收起尾巴，只能跳入湖中躲避。见有人跳湖，许仙便要上前查看，不料却被白素贞一把拉住。你不必慌张，我妹妹说些水性。 他在戏水呢。随后两人来到船舱内休息。白素贞本就美艳动人，此时在雨水的浸透下，显得别有一番风味，将许仙都看呆了，让这个原本专心治学的凡人坠入情网当中。很快船只来到岸边，临别时，许仙将伞送给白素贞挡雨。白素贞明明有伞，还是顺手接过。伞，你也有。盛情难却。 多谢公子。随后，白素贞将家庭地址告诉许仙，让他次日来拿伞，回到在五八同城上租的房子后，白素贞依旧刻苦修炼，静静等候许仙的到来。可小青却本性难移，整日在房中游来游去，不是捉苍蝇就是上房梁，就是不能安静的坐会。就在此时，瞎眼老道闻着妖气来到此处，准备捉妖回去炼丹提升修为。为了防止蛇妖逃走，老道让徒弟将硫磺撒在四周，刺鼻的气味让小青从房梁上掉下来。 知道在这样下去，小青必然会现出原形。白素贞再次呼风唤雨，打算用雨水将硫磺冲洗掉。已经灌雨了，蛇精的妖术要比我想象的高啊！世台严重，严大人等别当着门口。看着瞎眼老道神神叨叨，到了门口的许仙懒得理会，主动上去敲门。老道为了救许仙，便准备强行杀进去。不料刚到门口就被雨水冲开，知道自己不是蛇妖对手，瞎眼老道便准备先走为妙。等老道离开后，小青也撑着伞出现。公子。 我叫小青，你掉了东西，我帮你捡起来。啊，谢谢。